Hello，部落耆老用传统古调唤醒部落的大地生气。屏东雾台乡春游系列活动在阿里部落传统领袖家屋揭开序幕。这里不但有原始的自然生态，还有悠久的部落文化。春节期间，欢迎游客来到雾台亲近自然，走读文化。今年这个樱花季的这个春游开幕，能够选择在大头目的这个家，我总觉得跟各位的心一样，确实恰好不过了啊，这是对的。感谢各位今天的莅临，让我们部落偏远山区最高贵的灵魂在这里，我深深的鞠躬，请祝我们这个大会成功，樱花季开锣。雾台乡这次结合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的大武、神山、阿里三个部落，推出哈游溪、神山瀑布、樱花古道三大特色游程，带领游客透过五感探索在地美景及人文。来到阿里就是要看景步山、雾头山、资本主山、大母母山，这个层层的山峦，这个风景看，当然我们也是看樱花。我们的耳朵从我们从下面走过去，我们从那边坐车走到那边的时候，还有看到那个蓝富贤在运动大会。另外雾台还有咖啡、爱玉、小米甜甜圈以及部落创意料理可以品尝。不过提醒游客，大年初三24号到初八29号，雾台将进行交通管制，游客都必须在古川部落停车，再搭乘接驳车上山。严希文巴朗，屏东雾台采访报道。